金庭在斗法。哦，对，这个岳云清外，那贺秀良他跟王金庭还在斗，还在斗啊。他意思是说，你看岳云清不处理，就是王金庭。哎，老兄啊，有一个银行啊，贷款啊，有个客户叫刘文雄，哦，房贷不缴，利息不缴，中国房子要被拍卖。对，这刘文雄是贷了信用贷，要跟那个经理叫徐国勇，别给苏阳啊，徐国勇打电话，哎，一打开进来，在我这一块来报名。叫刘文雄，结果那个外面那个警察叫马英九，哎，徐国勇，你把刘文雄带出来。但是你要跟我借我贷，叫我把你带出去啊！不，那个这就是我们的警察啊！警察，哎，徐国勇，你把刘文雄带出来，是这样吗？你一个警察冲进去，要不是跟刘文雄谈判，就把刘文雄击毙，是不是这样？不然至少把徐国勇救出去，对不对？那个我不管，经理上，经理是坏人嘛？是啊，所以，请问，冲进立法院的这些同学，你第一时间我还讲个秘密啊，就跟讲爆料一下。9:30他们冲进去，到10:00说立法院自己开过一个委员会，所以有3次警察冲去跟你们抢椅子啊进去啊，没有进去十几个警察，后来又不敢出去。这个有3次扣警政署说要调警察来，3次都不来。啊，立法院扣警政署请他派警察来，开会了不来，开会了。开会决定要派警察，他不然一直到3:00都没有派警察。这个意思就是说，王景俊第一天是想清立场，是想清理的，是行政院不清，故意给他难看。是这样，立法院警卫跟警察是有差别嘛，所以他叫上面就不来支援，所以又不停他了。然后你看，就是等于是院区外的人要看院区内笑话。所以你换句话讲，就是行政跟立法在那边互相给难看，所以导致今天的场面。第十六天的还在用这种词。不过我要再回头请教一下同学刚刚有举手要对这包括行政院的新闻稿啊，还有最新的民调要表示他们的意见啊。同学你来。对，因为只是想要澄清，也就是说，不管是是一场内还是一场外的同学，就是他们我们的支持群众，还有就是支持这场运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的行为，我们都会负担起运动的所有的责任。对，我们并不会就是去区分开来，就好像一场内的事情才是我们的事情，一场外的呢，并不关我们的事。所以现在不是说你们说是我们的大人，是一个坏蛋大人。换句话讲，同学们他们是一致，他们认为说没有什么手谋不手谋的问题啊，大家都是一起承担，院内院外都一起，他们认为这样的。可是现在我们是坏蛋大人。不过，所以我要问说，马总统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其实挺服贸反服贸，我再次强调，都可以讨论。可是为什么都可以讨论，搞成这样子呢？所以要给大家看，当反服贸的同学在抗议的时候，飙车族出现了以后，白狼就现身，这是巧合吗？事件青岛东路飙车族闹事，其中一名持武士刀挥舞怒呛，飙车族离去没多久，现任中华统一促进党负责人白狼张安乐突然现身现场。那在这里又看到了这么一个，刚刚有看白狼说要在台湾培养红色血，我记得以前只要不要说培养红色血，你只要讲到共产党，你共野合围我告诉你，在蒋介石的时代枪毙，蒋经国的时代判无期徒刑，至少是这样子的。当然了，现在民主社会你要主张共产统一，我们也不反对，那是你的言论自由，都可以。但是我要问说，这样赤裸裸的啊，这样子又有背那个什么铁棍的，马总统没看到吗？所以马总统在包括我们江宜桦行政院在讲说不容许非法行为等等的时候，奇怪耶，我发现好像政府讲的话跟他做的行为不太符合，对，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在那个现场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政府是对于学生的整个镇压是远大于对于黑道的压力的，不然黑道怎么会如此猖獗？他是在整个中山南路一路在整个晚上一路飙仔，那这个飙仔是一边飙车后面站着一个放冲天炮，然后一路上往前放，那甚至还在说所谓这个靠近这个青岛公路的一个帐篷这边，那直接丢信号弹，那使那边好像看起来像发生火灾了。你说那在给那边的学生的压力是多大？这都快砍掉。对，那甚至还有直接两根西瓜刀，那两个人就直接砍起来了。那这是同样的状况。如果同样的状况，
张一画，你这个很大了，三个你就申请不到。而且你昨天明明知道法律党要申请集会游行，你竟然还出不到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看出来说，整个政府他在天天看在黑道后面，我黑道是长得一手，看黑道有没有办法去成功的去渗透这样的一个政府，还是说去制造了一些纷争，让整个学运把它染黑。我们来看。就是苹果日报的 A4 版，哦，当然其他的报纸都有，哦，我只拿这个报纸来看看啊。纽约时报讽刺福茂如木马屠城，这是纽约时报自己的漫画哦，他们画出的漫画，你看，哦，这是贸易协定，好，木马屠城记，大家看到没有？好，那根本已经消毒说啊，政府会严审了，结果人学生是不太相信的，好，那很多的外媒都在注意，包括日经商业周刊啊。富比士杂志啊，彭博资讯啊，一大堆，尤其彭博专栏匹马说不要当新党，所以我们要问一下，那苹果说硬碰硬，如何解开这一个问题呢？这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在谁的手上？是不是在马总统跟江启臣的手上呢？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现场。